各位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大家好！又到我们线上课程的节目《关心关心》系列的第二集《易经对困局的启发》，浅谈困卦。这个困卦就顾名思义啊，被困住。前面的简卦是很难行，路难行啊，这一卦是困住。那困住的象是什么呢？它的卦象叫做泽水困，上面是泽，外卦是泽，下面内卦是水，泽水困。为什么泽水是困卦呢？因为那个泽的水啊跑到下面去了，上面呢、啊、变成烂泥巴，所以船在上面呢、啊、被困住了。鱼在泽里面也被困住了，剩下烂泥巴，没有什么水的烂泥巴，那个生物啊跟船都被困住了，这叫困卦。困卦的卦辞，文王的卦辞啊叫做亨，真大人吉，无咎，有言不信。亨，亨通，亨通啊是在九五爻才亨通，真大人吉，当然亨通啊要靠正。所以易经我们上面说要为君子谋、哦、对大人来讲是吉的，无咎，虽然是困难，可是不会有过失，不会有过患。可是呢，这个卦象里面叫做有言不信，有言不信呢、啊，就在困局当中啊，你可能很多的作为啊，大家对你不太相信；在顺境的时候，你讲什么话大家比较相信；在逆境的时候，你告诉大家未来是出路的时候，大家也比较不相信。很多都是要以行动来代替语言。它的彖传决定这一卦的卦辞的意思是什么？曰：困刚言也，言就是遮掩了。刚言也就是指说你的周围啊都是刚强难化，就好像孔子在陈蔡的时候啊，孔子是表现的一副很有自信心，可是很多的弟子们不信，都饿成这样了。我们还要学到吗？这个我们能不能务实一点？所以被刚所言也，真的人好难哦。这个逆境坚定力，风雨生信心，风雨怎么生信心哦？逆境怎么坚定力哦？那是嘴巴说说而已，在顺境的时候大家喊喊口号而已，在逆境的时候真的有这种道德勇气吗？真的有这种心理气魄吗？再来，险以悦，困而不思其所。险就是讲那个泽下面的水，坎水，水是下面的险。险以悦，险是在讲下卦，悦是在讲上卦，那个对卦是喜悦的意思，泽有悦的意思。请看孔子的说卦传，讲困而不思其所，就是虽然困难，可是不会失掉它的根据。这个不是他的根据，最重要的是道理不会失掉根据。你看孔子被陈蔡所困的时候呢，孔子并没有失去他对大道的向往，这一点只有颜回跟他追视，所以难怪颜回过世，孔子哭之痛、啊、这是要险难去磨练出来的。再来呢，亨，其为君子夫，在困卦还能亨啊，
大概只有君子吧，小人哪里会哼呢？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时赖矣。君子会固守穷，小人穷的时候就犯上作乱了。困能哼，那是在讲大人，而且是在讲君子。再来呢，真大人吉啊，以刚中也。对大人来讲是吉的，真者正也。大人是讲有力量的大人，或者有政治实权的大人，内心的正直善良是很重要。以刚中也，而这一爻上面是泽，下面是水，第五爻跟第二爻都是中，上卦之中，下卦之中都是刚中，在这一卦里面这是好的。再来，有言不信呢，上口乃穷也。在这个困卦当中啊，你所说的话人家不信啊，上口乃穷也，所以你一直用口啊，其实会有穷的。你要拿出办法来，拿出能力来，拿出作为来啊，拿出决心来，才是走出这一卦里面很重要的方法。那我们看这个图就蛮有意思的哈，那个轮子啊，就代表说车子剩下轮子了，那怎么还能行呢？还有那个鱼啊，在泽里面啊，已经没有水了，带水来救的，还有里面的已经病成这样，被病所困的，等待救援的哈，水困当中啊，要等待救援，还要给自己打气。整个卦辞讲完了，我们来看每一个爻辞。爻辞周公说：“屯困于朱木，入于幽谷，三岁不敌。”就讲初爻，初爻就屯困于朱，朱啊就是指那个枯木，屁股坐在 枯木上，越坐越不舒服，尤其有尾椎间盘突出啊，那更痛苦了。入于幽谷，幽谷啊就是讲那个黑暗，太阳光照不到的暗谷啊，三岁不敌啊，三年看不到光明，意思是说灾难啊，尤其眼前这个疫情啊，真好像走不出去的感觉，就像初爻一样，沾到初爻啊，就像这样，好像找不到出路一样，哎，没有解药就是没有出路啊、那你无限制的控制人们的安住的时候，经济也垮了，所以象传曰。入于幽谷，好像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啊！眼前没有暗绿可寻，没有解药，找不到出路。幽不明也，不知道路在哪里。这以上啊是初爻的现象，跟我们现在是很像的哈。九二爻呢，叫做困于九十，诸夫方来利用哼事或者利用响事都可以哦。真凶无救，困于九十啊，就九二爻，它是跟九五爻相应的。可是你看九二爻，九二爻就是也有实权的人，他的六三跟初六爻啊，都是阴爻，意思说他被小人所困。小人所困当中啊，当然有困于逆境，有困于顺境，困于九十，就是说小人贿赂啊，小人巴结，尤其那个国难的时候最好发财，大家隐私无弊，局面越乱啊。越好占便宜、第二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是目前是这个现象，诸福方来，天子叫做诸福，诸侯叫做赐福、诸福方来是在讲九五爻，九五爻对你的信任，利用享事或者利用亨事，利用这个九事啊来亨济事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懂得这些资源、不是拿来贪污的，是拿来分享的，尤其你懂得把这些资源、照顾可怜，照顾弱势，照顾嗷嗷待哺，照顾被病所苦的人，真凶无救，真凶就是你要、这个往外发展、一定有凶，你要安住于你的范围，安住于你的做事范围啊，你就没有过失，在小人堆里面靠着正直善良，但是不要莽撞，不要冲动，这个真啊就是冲动莽撞、或者是讨伐、都不要，好好的把本分做起来。象传说啊，困于九十，终有庆也。困于九十啊，就是被这些利养所，可是终有庆也，还好有九五的支持，你能够维持着正直，不受诱惑。坦白讲，有时候在这个小人堆里面你不接受贿赂，你也活不了，怎么办呢？可是你要正直的时候，你也做不了事，这时候怎么办？
中有庆也，就上面人对你的支持才是你走下去的方法。好，这九二爻。六三爻呢，叫做困于时，聚于吉里，入于其共，不见其妻凶。哇，补到这一爻的时候，那真的没命了。困于时啊，就是讲九四爻，九四爻是刚爻，聚于吉里呢是讲九二爻，就是这个金吉里面上也不行，下也不行。入于其宫，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不见其妻，家人也不理你了，凶。所以在这一卦里面呢，它的爻象是什么？聚于吉里啊，成刚也。孔子讲的成刚，成刚就是九二爻，上爻对下爻来讲，上爻叫做成，就是骑马的意思。六三爻成着九二爻，成刚就入于这个吉里，找不到出路，而且处处碰壁。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啊，不祥也，就回到家看不到太太，这不祥。意思就是说，外也没有资源，也是凶相环生，内也没有内应，这个人到这里也差不多了，哎，非死不可了。所以在这一爻里面呢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争取家人的支持，乃至于在外境上要懂得柔软跟安住，帮有道，为言为行，帮无道，为行延续。以上啊是六三爻里面告诉我们的。九四爻呢，叫做来徐徐困于金车，宁有终。你看往来嘛，往就是往上挂，来就是来下挂，来内挂。德相啊，就是在水相徐徐慢慢的困于金车哈，那个金车应该是在讲下面的坎卦，它其实可以象征着轮，轮子的轮，坎者险也，所以困于金车啊，是在讲车子被困住，好像在烂泥巴里面被困住一样，这样的讲法是比较好的。宁有终，宁啊就是走不出去，有终，可是呢会有结局的，走不出去的象啊会有结局的，为什么呢？象传曰啊，来徐徐自在下也。自在下意思是说，你只要能够好好的维持下面的人，你这个为官的人，你这个领导者，你只要好好的自在下，你不要老是想升官发财，老是想在那边攀外援，自在下也，你只要把你自己的范围内管好的时候，虽不当位，九四爻不当位，九四是不当位，不当位也可能位置不当，位置不当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不服你，或是你这可能呢你这个位置资历浅，或者是你这个位置里面呢不是你这个身份可以干的，你可能是临时被代理的。以前古代的钦察大臣啊，有时候可能皇帝一时兴起啊，六品的去当钦察大臣，请问你去二品那里你怎么整顿？所以有时候是难的，位不当也。但是有余也，有余也就是说你还是因为自在下也，所以有余也还是有给予的，就是说你还是会有路走的，只要你能够自在下也。自在下也太重要，孔子在讲分析这一卦里面很重要的叫做自在下也，真的，这个是解决问题很重要的，你只要心存厚爱这个部署，厚爱你所管辖。古代很多父母官呢，就算上级不支持他，就像官场很作乱，乱象环生。像了凡先生呢，在保底县的时候，虽然在万历年间呢是腐败的朝政，但是他好好把老百姓管好，减粮减租，公认八百年来了凡先生呢是最好的县令，依然在这个险恶的官场里面，他能善终，这是九四爻。接着我们来看九五爻，九五爻是翳月，翳是割鼻子，月是砍脚，困于赤符，乃徐有月，利用巨势。翳月啊，这个是刑罚，困于赤符，天子叫做诸符，诸侯叫做赤符，困于赤符啊，就是说，刚刚上来整顿的时候啊，诸侯啊，不见得服你，好，这样说新上任的领导人呢，对于旧官场里面旧官僚旧体制啊，他有那一种无可奈何的翳月，就是一种刑罚，懂得用刑罚，懂得恩威并重，乃徐有月，慢慢的就有月，月就是上卦对卦叫做月，月就是慢慢的得到民心，慢慢的局面开展。
慢慢的大家会觉得你是对的，你是有能力的，你是可以开展气象的。利用祭祀，利用祭祀啊，其实要懂得能够祭天，懂得能够感恩，懂得能够报本，懂得能够还恩，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、厚重的、感恩的，你是有恩于人的。象传曰啊，意月自未得也，天子之志啊，未得也，没有办法开展抱负，乃徐有月，慢慢的有月，以终止也。终止也就九五的阳爻站在阳位上，利用祭祀受福也。就祭祀啊，它是一个受福之道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天子啊，国家的领导人，他有三部分要的。第一部分就是自己的品德、能力、抱负、理想、人才、团队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懂得祭祀的道理。我们往往求加倍这一份呢，也是很重要的。第三个呢，善于运用别人对你的支持。你看这第五爻就是诸侯本来对他不支持的，但是他能够慢慢的让人家支持他啊，或者恩威并进，或者利用祭祀啊，那受福。尤其祭祀受福啊，孔子说：“我祭者得福，我战必克。”好，以上啊是九五爻的大意。上六啊是困于格雷与孽物，曰动毁有毁增吉，就是困于格雷，也是困于荆棘的意思，困到极处嘛，上爻嘛。第六爻就是困到极处嘛，与孽物就是危险的场所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曰动毁有毁。动毁有毁，就是这动当中啊会有毁，毁就是很多你会后悔的，因为你时机都不到的。有毁，你懂得反省改过，不要一意蛮干或是感觉良好啊，要懂得动毁有毁。动毁就是这个时机都不该动的，结果一动一定有毁，而且你会懂得后悔，懂得忏悔，懂得反省，懂得改正，增吉，最后时机一到。脱困，因为上爻在往前走的时候就没有困了。象传曰啊，困于格雷未当也，就是困到极处嘛，什么都不适当嘛，什么都不正当嘛。动毁有毁，在这个爻辞上啊，一定要懂得反省检讨。尤其人家的忠言逆耳，越逆耳之言啊，越要听得下去，叫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你看那个古代的明君啊，像魏武公或者是初唐的唐太宗，在整个国家政变当中治国啊，摇摇欲坠的，很难听的话他都要听得下去的。哎，吉行也，这个时候时机一到就脱困了。这是上六爻。以上啊就是讲到困卦。整体来说，困卦在解释目前为什么会有困难，它的原则以及脱困的方法。整体的卦象如同被小人所戏服，就好像我们今天被瘟疫蔓延所围攻一样。那君子反而要以接受磨练的心态，对于个人的成长反而是吉祥的。困卦整体的卦象是这样。那初六爻，屯困于朱木，入于幽谷，三岁不敌啊。诚如我刚才说的，屁股坐在枯木上，坐立难安，又像进入幽谷，见不到阳光，看不到出路，就像我们得了瘟疫，在世间呢看不到出路一样，眼前就是这个世界的局势下。九二爻告诉我们呢，困于九思，诸户方来，利用享事，真凶无救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困有艰难的困，有名利的困。艰难的困啊，让人退失道心；名利的困啊，让人腐蚀心智。善于在艰难当中有利可图，反而分享自己的优势，努力的付出，守本分，反而不会迎来过患。六三爻呢，叫困于时，聚于吉里，入其宫，不见其吉凶。就阻碍呢，陷入了阻碍，陷入了荆棘，就像在人事上、环境上、助缘上都得不到援助，让人绝望，这是不祥之兆。这个时候应该要以得到多助的心态，争取小范围的助缘，比如说家庭的支持，再将范围扩大，慢慢的扩大，
扩大到足以脱困。这个时候自吹自擂啊，自我感觉良好啊，终究是自寻死路。九四爻来去徐困于金车，宁有终。虽然九四爻的位置不正，阳爻站在阴位上，但凭着做人的正直，因为它是阳爻，仍可以发挥功能，助人助己脱困。虽然所处的位置很尴尬，发挥的功能啊虽然有限，可是仍然可以创造有利的局面。九五爻呢，意月困于赐福，乃需有月利用济世，说明了虽然领导者没有部署的同心协力，依然不得志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啊，光有领导者不行，因为还有其他人配合，其他人不跟你配合，比如说呢是贪污腐败的官场，你要整顿那些贪官不跟你配合，你依然不得志，依然在困局中。但凭着本身的正直、诚意、感动神明及办事人员呢，仍可以达成自己的使命跟目标。但这个要时间的。上六爻叫困于格雷与孽物，月动毁有毁征集，受困于动乱危险的场所，所作所为啊，只能靠反省自己的动机跟做法，并在有利的时间走出困局。以上啊是困卦的大意，每一爻以及卦的主旨所在，相信是在瘟疫蔓延、经济萧条、政局动荡当中啊，困卦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，从个人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，都会有一个冥冥当中明路出现。好，那下集我们要来谈匹卦，就是现在这个局势啊，是匹局，就天地异位。什么叫天地异位呢？就是所有的局面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没有人看会懂得目前会出现这样的局势，这叫匹卦。那我们如何在匹极当中找泰来，我们成语说匹极泰来，如何在匹卦当中找泰卦，找泰的出路，那是我们下一集的重点。所以我们谈这易经这四局啊，并不是唱衰四局，并不是在这四局里面呢、消极无可作为，反而在积极的面对以及处理以及脱困。虽然有时候采取的是消极的作为，但是内心都是积极的心态。好，这是这一集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集再会。